好的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Reborn 对阵机器的第二局上半场。 Reborn 这边是有一说一，马哥上一把的破轮打得真的好，我是觉得应该要搬破轮的，他们搬邦邦，因为这种东西就手热嘛，他状态好你继续放他，那再一个四抓不就结束了吗？这里的话，而且地图也是一张破轮好打的图，这张地图搬邦邦我是真没看懂，就是可能想硬拼然后打一个多跑，可能是这么想的，但我觉得没必要啊，你这边把破轮一搬，打邦邦打雕刻，我觉得也能尝试去打多跑，这我们就不讨论了，反正已经选完了，上来要找到先知，马哥这边再起轮形态，这把就看陶行的这个先知能不能牵制的非常好了，绕贴膜，哎，这一波先知这个走位有点溜哦，他在快要蹭到的那一下，偏娘蹭到的那一下停了下来，刚好躲过了这边的滚，马哥选择算了，这先知溜的有点好，还是说杀个回马枪，先知在这边等你开加速啊，这边这个点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求生者都愿意在这个点进行牵制破轮，因为这个点它其实有一个窗，其实还是有很强的一个牵制空间的。先知的话，现在一刀是处理不掉的，丢夹子要封这个口吗？但先知能吸鸟呀，新的鸟吸出来了，闪现一刀。破轮这边这刀闪现打完以后，先知的鸟要用来顶这个尖刺才行。我们看一下陶行这边顶鸟，好的。这波陶行有一说一，真的是顶起来了，这把这个先知牵制的真的有点好，蹭到了的话，这边一个悲观收击倒的时间已经是外面修掉三台机了，有机会了，只能说有机会能够去尝试争一个四人开门战了，那看来他们搬邦邦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理解的，这边的话干扰到了邮差的密码机，开尖刺直接过来滚，邮差说你来，你爱怎么来怎么来，你有本事别守这先知，对吧，你有本事把我秒了，下个眼马哥这边是已经切成了插眼破板子，邮差这边一拉悲观交掉，他要追一刀刷二阶没能成，这边这一刀也打不了，那一滚还差一下，大老师现在非常的看好穷者，尖刺有没有，有，好的，但这个悲观的存在感不够啊，先知又吸出了一只鸟，一刀鸟没交，是故意不交留着后面打吗，有可能这只鸟就是留着的，交了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啊，交了的话这边也只能铁头追这个先知了，说实话呢我觉得当时这只鸟交了会更好一点，这边挂回去想要去干扰这边安静的那个密码机，邮差的密码机，空军这边准备过来救人，最后两台机子都在修，下个眼吧，你也只能下个眼了，你怎么不可能去打人家一刀吧，这打一刀那边人捞了，先知有鸟，空军有枪，选择把人秒在这边，那边捞下来，这边还摸，还不着急，切形态，我这边捞一刀，哎呦，先知这边的鸟没交，但是空军有枪啊，空军有枪，夹子，这个枪交不交得了？交不了，哎呀，这个枪打在了墙上面，那密码机还不够，哇，这只鸟没交出来，有点可惜。这是一个大好的局面呀，哦，刚刚那波，对，有观众讲到了，就刚才那个先知身上两层次啊，如果说交鸟的话交悲观，对，我把这个点给忽略了，对，说的对啊，但刚才后面一波的话先知没交出鸟有点可惜啊，这波救人在节奏上面怎么讲呢，亏了的话，这里一个夹能夹到吗，外面重新起机子，对，这个时候确实需要重新起机子了，然后拖这边的邮差的一个自起，你去找空军，那这边佣兵就去补邮差的机子，
就是把那个补邮差的机子了，邮差78的机子，马哥这把的话也算是打回来了。但不得不说，其实前中期穷人打得真的很好，中间在最后那波救人的时候，那只能说可惜到了嘛，一夹一刀，好的，这里佣兵机子差不多能量挂进地下室，马哥应该是打到了一个保平争胜的一个节奏点。这波地下室一挂，穷者这边让邮差来救人，救完这两个人相当于两个白板，还不一定能走，密码机选择直接点亮，直接点亮，直接点亮的话，这佣兵身上三层次，佣兵好像想过来卡一手，要去把这个空军给捞了。这个邮差可是交自己的呀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刚才我看到因为佣兵直接去抢机子的，所以说邮差应该是交自己的。架住那边空军能捞下来，如果能这边击倒这个邮差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局他是选择往回打，马哥这把往回打，怕那边捞下来，捞卡半捞下来，位置上面明确，这两个人手里面的戏谑还差5秒钟，提前先变身插眼压住，这两个人全是一刀没，那先打然后再悲观。哎，或者我觉得其实刚刚应该先交悲观，交了悲观以后佣兵走，他这边是哦，他想再留个用个夹子把这佣兵给夹了，佣兵这边护臂已经交完，这佣兵是一刀没，空军还能交自起，但是这空军在地下室三抓了，好像有观众说刚才交枪救人，确实那波变形态以后交枪把人救下来，先知顶鸟应该是挺好的啊，应该是挺好的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三抓了，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。这把的话确实前面这个先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秀了，这先知吸出了2只鸟呀，那对于起言来讲他可能需要打一个四、啊、他需要打一个四抓。呦，马哥这破轮真的劣势了以后他一点都不急不乱。好，那我们稍事休息啊，看双方的下半场。